今天教大家一个讲求出拳力道刚猛的拳法，希望同学们平时不要只复习老师教的功夫，还要多运动锻炼身体，保持身体健康。无敌星星拳。中国武术有许多以动物为形的拳法，例如蛇拳、虎拳、鹤拳。小姐，快把钱给我交出来！不要 ，Miss coming again， 星星拳。星星拳，力求出拳刚猛。无敌星星拳，攻击性强，属性肉搏，范围近身攻击，注意事项：如果对手拿出香蕉的时候，也不能中击哦。See you！ 哦，要保护我的朋友台湾猕猴。